我就还是不信邪，必须让螳螂虾整个螃蟹呀。你也想吃螃蟹了？来来来来来，哎呀妈呀，我这等了好久，我终于等到今天，梦了好久，终于把梦实现。那个螃蟹你怎么玩不起，你净往洞里钻，你赶快给我钻出来。傻了吧虾哥，那洞是不是你最开始刨开的，想自己躲里头，结果被人家当作根据地了。妈呀，你还占领高地了呢，你挺会玩地形的小样的。来，你给我下来，来下来。我跟你讲，前两天有个章鱼都没薅过我，你能薅过我？哎呀，这俩人啊，天各一方，互相谁也不搭理谁呀。我喂个小龙虾吧，我估计可能螳螂虾还是不咋爱吃螃蟹。等会儿啊，我扒拉扒拉。来，铁子。哎，对喽，这对待小龙虾和对待螃蟹俩态度啊，这简直就是啊，妈呀！同样的地形，不一样的态度，同样都是躲在洞里，一个就爱搭不理，一个就哐哐一顿削啊。这动静打的那叫一个脆声啊。大哥，你给他钉墙里头去了？哎呦我去，给打那石头底下去了，都锤进去了。你来，你出来，来出来出来出来，这不行啊，一会儿这压死了。那小龙虾钳子被打掉一个，搁旁边扔着呢。哎兄弟，我说你是不是又要抱个龙虾钳子回去吃啊？你啊，那旁边一个龙虾一个螃蟹，咱吃就吃大块的呗，哥。哎，意料之中，我一点都不惊讶，真的抱个钳子乐呵的又拿去啃去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以后就是龙虾和螃蟹啥的吧，我就喂章鱼就得了。然后章鱼吃剩那个钳子啥的吧，我就直接扔螳螂虾缸里，让它乐呵的回去抱着啃去了，挺好，它好我也好。